派王峰他们到哪去啊？大掌柜的派他们去迎接贵宾。你是说冷寒村？不错。哎，师兄，你在看什么呀？太美了，太美了！你说谁太美了？我是说这景色，平湖如镜，碧波连天。他隐居在这儿，一定过着神仙也不如死的生活。这么说，你这趟回来是不打算走？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记得咱们在罗浮山学艺的时候，你几乎没有一天不提起过他。十几年来，有关他的一切我听得太多了。虽然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可是对他却熟得像老朋友一样。你今天一下山就急着来找他，可见他在你心里的分量有多重啊。是的，我忘不了他，分别的越久，他在我心里的影子就越鲜明。你不但喜欢他的人，连他隐居的地方也这么着迷，所以我说你这趟来大概是不打算走了吧。迎波，师兄，为什么要拦着我？他们并不是真的要暗算我，只不过是要试试我的身手罢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认得他们啊？我虽然并不认得他们，可是他的脾气，我总不会不知道吧？哦，原来刚才那些人是他派来的。哎，这就更不应该了。哎，你们十几年不见面，他这算什么？算是给你的见面礼啊？他的脾气与众不同，你认为没道理的事情，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。哼，理所当然呢？我看他根本就是个不讲理的女人，真不知道他哪一点让你那么着迷。好大胆，竟敢说商大掌柜的坏话。你是任大哥，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桑杰。桑杰，记得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，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。任大哥，这位姑娘是谁呀？哦，她叫吕宁波，是我的同门师妹。宁波，她叫桑杰，是翠烟的堂弟。师兄啊，你的那位他脾气也未免太古怪了，我不想见他了，我先回去，改天再来看你。银婆，算了，你也不要劝我，我跟你说，我既然不想见他，
就是你勉强我去，我也不会跟他说一句话的。你知道他的脾气，你也应该了解我的脾气。一个倔强的人，任大哥，我最喜欢吕姑娘这种性情倔强的人。啊？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姐姐说了，天过午时，你还不到的话，她就不见你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哎，显得她架子大呀。告诉你，我最讨厌像我姐姐这种性情高傲、目空一切的女人。桑杰，我知道你正好跟我相反，你最喜欢像我姐姐这种性情高傲、目空一切的女人了，对不对？请。是我姐姐最得力的臂膀，当年我们商家的买卖，无论是武馆、当铺、银楼、酒楼，全是她帮着我姐姐经营的。哦，冷公子，大掌柜的等你好半天了，请吧。大哥，请坐。翠烟呢？别急，我姐姐就来。哦。这两个小丫头，一个叫宝善，一个叫宝醉。别看人小，是又刁蛮又不讲理。要不是我姐姐疼她们，我早就把她们给撵走。桑少爷，哎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啊，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。翠烟，好了，宝燕、宝珠一出来，我姐姐就到，我该走了，免得姐姐在这儿嫌我碍事。桑姑娘呢？什么？桑姑娘？你好大的胆子，要叫桑大掌柜？你，宝珠，大掌柜的吩咐过，冷公子例外，他爱怎么叫就怎么叫，就算他有什么冒犯之处，大掌柜的也不会计较的。哼！你们桑姑娘是不是不想见我？如果不想见我，就直截了当的说。想发火了，嗯？翠烟，宝燕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冷公子不是外人，只要是冷公子来了，就得立刻禀报我。谁让你那么多事来着？大掌柜的。不要说了，下去吧。是下去。寒春，请坐。其实寒春，你也用不着介意，我即使再傲，也用不着对你摆谱啊，是不是？自从我爹去世以后，桑家的买卖就全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。我又是个没出阁的姑娘，如果我不立下点规矩，把自己捧得高高的，你说还有谁会敬畏我呢？
你说，桑世伯已经去世了。什么时候去世的？已经去世7年了。哎，真是没有想到。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。就拿你来说吧，10多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忘了，谁会想到今儿你会突然来找我呢？翠妍，我们分手的时候，我记得桑世伯曾经在口头上把你许配给我，而且我也记得我临走的时候对你所说的话，难道你都忘记了？我没忘。你说等李义成下山一定会来找我。我一下了罗浮山，头一件事情就是到斗门镇去找你，可是到了那儿才发现你已经离开了，而且你们桑家所经营的买卖生意通通盘让出去了。幸亏碰到了你的乳娘桑妈妈，才知道你隐居在这儿。韩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为什么？半年前斗门镇遭海盗洗劫，我们桑家的传家之宝金凤凰竟然也被海盗劫走了。哦，后来我听说那海盗头子也被官兵逮着了，所以金凤凰也就跟着落进官兵的手里。我为了取回金凤凰，我不得不跟官兵起了冲突，为了自保，我才会盘让了所有的买卖，隐居在此。那金凤凰取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韩春，这次你回来，你是不是可以帮我这个忙呢？这……韩春，被海盗打劫的那些珠宝，现在正由一位叫李志松的将军押解回京。我保证，我们绝不会给李将军带来麻烦。我为的只是要取回我的金凤凰，甚至我可以拿这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作为交换。事实上，金凤凰一共是4只，分别由金银铜铁打造的。它是值不了多少钱，可是那是我曾祖父亲手打造的，在我们桑家已经相传好几代了。韩春，如果说你能帮我取回那金凤凰，我真的不会给李将军带来麻烦。可是对我来说，传家之宝失而复得，以后就是我死了，我也不会愧疚我爹、我祖父，还有我曾祖父。韩春，你会答应我的，是不是？翠妍，这什么声音呢？没什么，韩春，我看你一天也是够辛苦的了，我看你先回房去歇着，今天晚上有什么话我们再聊好了。宝燕，大掌柜的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带冷公子回房去歇会儿，顺便吩咐厨房准备酒菜，今儿晚上我要替冷公子接风。是。去呀。冷公子，请吧。桑大掌柜，五月，果然是你。你何必这么惊慌呢？你刚才一听到风铃的声音，就该知道是咱们五爷到了。五爷呢？
桑大掌柜，五爷来的时候正好听见你和冷寒春说的话，五爷认为你懂得把握机会，利用冷寒春来夺取金凤凰一事，料必是万无一失了吧。多谢五爷夸奖。不过五爷又说了，既然冷寒春知道了，唯恐他夜长梦多，中途变卦，所以你是越早动手是越好。五爷只管放心好了。那李志松押着金凤凰，明天才会到莲花山西江口。我保证，他过不了江就是。好吧，一切你斟酌情形好。五爷要是不相信你，也不会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你来办。哦。不过五玉，你也该替我问问你们家主人了。等事情办成了之后，谢我多少啊？桑大掌柜的，我们五爷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怎么，难道你怕我们五爷食言不成？哼，五爷是跟我说过了，等事情办成了之后，就把藏宝图里的宝藏分一半谢我。可是我想知道，那金银铜铁四只凤凰，到底值多少啊？我再问你，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好了。那藏宝图里的宝藏到底值多少？桑大掌柜的，你实在是多此一问了。这藏宝图分成四份，暗藏在四只凤凰翅里，只要得到四分之一的宝藏，就足够你终生挥霍享用不尽了。既然五爷答应给你一半的宝藏，你还不知足？好吧，五玉，我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。不过我也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今天说的话。海盗头子武平虽然是足智多谋、武艺高强，可是我桑翠烟也不是盏省油的灯。你要知道，我所以甘心听五爷的话，那完全是因为水帮鱼，鱼帮水，双方都有利可图，而并不是我怕他。所以五玉，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们家主人有反悔的意思，到时候我还希望你能多劝劝他。那个海盗头子武平，你们都听说过吧？哎呀，怎么没听说过呢？那家伙可真恨人，他专门勾结那些倭寇啊，给他们通风报信，然后啊勾结他们上岸，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，真是可恨透了。对，提起武平这个贼来，谁不恨他入骨？真巴不得官兵早点把他抓走。哎，前些日子那个徐峰徐将军啊，率领官兵一股就攻下他的老巢南澳，哦，杀了武平手下10000多人，哦，还收到好几百条船呢。哎呦，哎，老爷子，这武平有没有被那些官兵抓走啊？哎，可惜的是啊，就让他们逃走了。这个家伙，他怎么这么狡猾呀？
这个锦华有什么用？自古啊，邪不胜正，这个天网恢恢啊，疏而不漏啊，迟早他会被官兵逮住的。嗯，对，老爷子，您老人家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好像你什么都懂似的呢。说整个的，这个海岛头子武平，他的长相到底是什么样啊？这个，你这话问的够多笨的，没听说过吗？那个武平怕被官兵抓到，平常啊，他总是藏头露尾的，从来他就不敢拿真面目见人。披着个斗篷，戴着个帽子，扎过的就像个粽子似的。这位老爷子怎么会见过他呢？就是吧，这武平啊，是杀人不眨眼的大海盗。老爷子，您斯斯文文的，您要见得到他，你还能回来吗？哎，吹牛！哎，这个有道是啊，人呐，不可以貌相；这个海水呢，不可以斗量。哎，伙计，一看走眼喽，哈哈！我老人家这趟出远门啊，正是想亲手抓住这个武平啊！啊，真的？怎么？你想溜啊？你以为我睡着了？啊？范老大，我胡杨本事没有啊，耳朵灵得很呐。你看着我闭着眼睛像睡觉似的。你的一举一动啊，我弄得清清楚楚的呀，胡老弟呀！来，你听着，你要是不把我那账给还了，就想把我扔到这儿一溜，谈都不用谈啊！小声点好不好？怎么老提这档子事儿？让别人听到了，你我面子上都不好看嘛。我只不过想叫伙计给我们茶壶续点水呀。哎，伙计，哎，客官，续点水，续水。啊，对对，客官，您慢慢喝啊，慢慢喝。老爷子，您说您这一趟出远门是要抓这武平，那你一定知道这武平的长相了。哎呀，这个知道不知道啊，并不要紧。啊，我崔大葫芦啊，会相练，只要我那么眼睛那么一瞪，哎，我就可以看穿他的本来的真面目。哦，哇，老爷子，您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老爷子，还真看不出来，您还是位神目如电的大相是吗？是啊。我还以为你品足了茶，哎，坐在这儿聊天解闷儿，真是失敬。老爷子，我给您沏茶。伙计，来了，来了。小客官，您要喝什么茶？谁告诉你们要喝茶的？哎，那你就凭你们这儿茶，还想卖给我们啊？哎，怎么，你还嫌我们这个茶棚里面不好？我们的茶不好啊？哼！我告诉你，我们的茶棚十几年的老字号了，哼，这十里之外啊，都可以闻到我们茶棚的茶味啊。要是啊，你尝尝我们家的茶叶的话，你们这儿的茶叶啊，可就要变成菜叶子了。哎，你这什么话？哼，叫你们姑娘家出来跟我评评理。姑娘？哎，不是你们主人？是我们主人呢。可是谁告诉你她是位姑娘呢？姑娘家也好，老人也好，叫来跟我出来赔不是。谁叫你破坏我们茶棚的名誉，叫出来。哼，我打狗也要看主人呢。你给我闭上你的嘴，我告诉你，你再怎么叫唤，你这个狗嘴里啊也吐不出根象牙来。哎，你怎么骂我狗嘴吐不出象牙啊？是你自己先骂我的，你想说打狗要看主人呢，是你先骂我狗的呀。哎，你再叫，把轿帘掀开。是。
我叫你来问路，谁叫你吵架惹事来的？是他先骂我的嘛？不要说了，这位伙计，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公子，不敢不敢。请问你，这莲花山怎么个走法？哦，照直走，只要3里就到了。好，多谢。不敢。走了。哦。公子慢走。请教。好。老爷子，您说什么好啊？刚才那相公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您说刚才那位公子的相貌好。不是。哎，我知道，您是说他品性好。我是说他的。不好。嗯，老爷子，他文绉绉的，怎么看也不像会武的人嘛。这就叫真人不露相。哎呀，老爷子，刚才那个公子他问我这指莲花山怎么走，我跟他讲照直走。哎呀，这个照直走就到西山口了，那里很多海盗，怎么办？我刚说错了。不要紧的啊。他既然说是要到莲花山呢，说不定他跟我的目的是一样的，要想亲手抓住那个海盗头子吴平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小姐，啊，周中，我爹睡了没？还没有呢。苏莲，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呀？爹，我听您还没睡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。爹，这4只凤凰，手工好细呀，而且栩栩如生。叫人看了真是喜欢。这次南澳之战，官兵大获全胜，虽然海盗头子武平逃走了，可是他准备献给倭寇首领的这4只凤凰却落在咱们手里，迟早他难逃法网。唉，爹，听说这4只凤凰里面不但藏有一份宝图，还有一份名单，广东省内凡是倭寇有勾结的海盗头子都详列在这名单里面，只要等咱们把这4只凤凰护送到金陵，皇上一定会派大兵前来平寇。爹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怎么会叹起气来了呢？苏莲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该不该知道爹的心事？哦，爹，您是担心那个武平来夺回凤凰？这莲花山西江口时常有海盗出没，叫爹怎么能够不担心呢？干什么？爹，我把这只金凤凰藏在身边，就是咱们父女俩的秘密嘛。就算是海盗真的来了，也难得手啊。这很危险的，这万一
爹，您自小就把我当成男孩子看待，教我读书练武。您不是常常说，我不但是您的女儿，还是您的儿子，堂堂李将军的儿子，连这点勇气都没有，多丢人呢。可是，这么些年，我在军中追随您，我也杀了不少贼寇哎。我的武艺怎么样，您心里有数吗？这只金凤凰藏在我的身边，您只管放120个心。这主意是个好主意，不过爹，你都承认是好主意了，就不要再说不过了。爹，爹，啊，二叔，你还没睡啊？小罗，啊，你这么大声咋呼？幸好我爹没睡，要是睡了也被你吵醒了。二叔，小罗，嗯，你找你莲姐有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是找莲姐去月老祠许愿去的。小罗，去月老祠干什么？二叔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这莲花仙旁边，就是离咱们扎营不到半里路的地方，有一个月老祠呀。据说啊，这月老祠灵验的很哦，所以。莲姐跟我约好了，等您睡着之后，我们就悄悄地去许个愿。小罗，在长辈面前是不能说谎话的哦。这二叔问我，那我只好实话实说了。二叔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小罗，既然月老祠不远，那就快点去吧，早去早回来。是，谢二叔。莲姐，走吧。爹，我们去了。你跟桑杰带人冲进西江口，我会沿山脚下过来接你。是。在军营后有个月老祠，韩晨，你暂时躲在月老祠里，半个时辰之后再过来接应。你不敢去，那我可以派云飞跟你一块儿去。有道是，遣将不如机将，姐姐。冷寒春中了你的圈套了，不许胡说！大掌柜，我看冷公子有点不太对劲儿，万一他……哼，你放心好了，为了我，他什么事都会做的。你真这么相信他？不相信他。我该相信谁呢？宝燕，跟我到山脚下去。是。莫大哥，你不了解冷寒春的脾气，他从小就是这个样，只要心里不高兴，常常一天一句话都不说。以后啊，他不吭气，你别理他就成了。反正为了我姐姐。他绝不会误事的。月老祠到了，莲姐，月老祠到了。到就到了嘛，嚷嚷什么？哎呀，人家也不过是说话大声了一点嘛。你也不要一天到晚一直骂人家。我哪是骂你呀、啊，女孩子家，干嘛那么大的嗓门？哎，哪有像我们这样打扮的女孩子啊？哎，莲姐，你别忘了哦，你是李将军的儿子，我可是李将军的侄子哦。瞧你神气的样儿。咱们穿这个男装服也不过是为了方便嘛。军中谁不知道咱们是姊妹呢？好了好了啦，
你不要一直在训我了嘛！哎，莲姐，赶快许愿吧。我不知道许什么愿啊。哎呦，小庄糊涂了，到月老祠来还不晓得要许什么愿啊？还不是跟终身大事有关吗？哎，对了，哎，莲姐，这里的暗器不是菊花镖吗？我有个主意耶，你用菊花镖来预卜终身。菊花镖预卜终身？是啊，那个布帘子后面也不晓得放什么东西。林姐，你就用菊花镖冲着那个布帘子打过去。你要是打中了布帘子后面的罗，那你将来一定是嫁给姓罗的。你要是打中个香炉的话，你将来一定是嫁给姓卢的。你要是打中个鼓的话，嘿，那你将来一定是嫁给鼓的。你少胡说，哪有姓鼓的？哎呀，反正是预卜终身嘛，快点吧，试试看，挺好玩的。好吧，我就依你的意思试试看。那一招是笔底生花，会用这招的人并不多啊。哎，莲姐啊，你要发什么愣嘛？我们赶快出去看看他到底是谁呀！快，显然已经落进了桑翠烟的手里，而李素莲预卜终身的菊花镖竟然会被冷寒春接住，他们真有姻缘之分吗？凤凰宝箱遗失的后果如何呢？神秘的海盗头子武平是谁？轿子里的那位公子又是谁呢？请继续收看金凤凰续集。